蛋白出 MTN 配方了。MTN 制造者。大白老师，你知道 TNT 是怎么合成的吗？伪昌帝艰难，要用5个火药才能开始做 TNT。你记反了吧？你这样是做不出 TNT 的。我做的不是 TNT， 我做的是 MTN。MTN。当我睡觉时。在吗，小偷？帮我关下灯。哥们，我不是小偷，那我帮你关下灯啊。嗯，好的。等一下，那你是谁啊？啊，我是鬼呀。你不要过来呀。我今天去买口罩，结果不戴口罩不可以进去。我没有口罩，我怎么戴口罩啊？你去买个口罩不就有口罩了吗？你不让我进去，我怎么买口罩？你戴个口罩，我不就让你进去了吗？那我只能不戴口罩进去买口罩了。不戴口罩不可以进去。我没有口罩，我怎么戴口罩啊？你去买个口罩不就有口罩了吗？你不让我进去，我怎么买口罩？你戴个口罩，我不就让你进去了吗？那我只能不戴口罩进去买口罩了。不戴口罩不可以进去。我没有口罩，我怎么戴口罩啊？你去买个口罩不就有口罩了吗？你不让我进去，我怎么买口罩？你戴个口罩，我不就让你进去了吗？那我只能不戴口罩进去买口罩了。不戴口罩不可以进去。烦恼进入了我的耳朵里，摇摇头把它摇出来。大家好，我叫没烦恼。挑战啊！哎呀，公叔，你干嘛这么吵？哎，你们两个能不能小声点？他们这是干嘛呀？这是一大早就听你们大叫的，能不能小声点啊？你们这是干嘛呀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真的是。大早上的你叫啥呀？你个傻！今天起床感觉有点感冒了，去医院看看吧。医生，医生，我有点流鼻涕，你知道我是哪里出问题了吗？就在昨天，轩哥在医院碰到了海默。海默看着轩哥，发出了咯咯咯的笑声，然后对轩哥做了全面的检查。It's a frequent symptom of pancreatic cancer。我10年后的精神小伙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听歌听哭了呀？听的什么歌呀？哎呀，你小孩子，你一边去，你听不懂的老情歌。哎，爷爷，第一次有歌能给你听哭，我想感受一下。哎，行吧，好。唱日出，唱日落，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。不敢对老师说的话。这是一道送分题，那我分呢？体育老师今天有事请假，骗人，绝对在办公室坐着。你是怎么知道这道题选 C 呢？昨天我夜观天象。你为什么要迟到？哎，说不说都要被罚站。为什么我一说话下面就有声音呢？用你的声音做掩护。看看隔壁班多安静，他们睡觉的比我们班多。小时候第一个交卷。嗯，好拉风，好酷炫，他咋那么厉害？哎，他肯定考得很好。长大后第一个交卷。哦，哼，他肯定死定啊。别人学校的校园网。妈，我安上网了。那网快吗？很快啊，一点都不卡。你学校的校园网。妈不卡，我爸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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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卡。妹妹落家了。哥哥，哥哥，快起来！我上学要迟到了。快点，快点！你上学要迟到了。我操！妹妹落家了！哎呦我的妈！妹妹落家了！你学会了吗？小轩，我出去一下，你在家好好写作业，不准玩游戏了。好的，爸爸，那我走了。
瞧我这记性，手机忘了拿了，我去拿一下手机。不准玩游戏啊！知道了，那我走了。按照老爸的习惯，下午三点到五点会去找朋友斗地主，这段时间我玩游戏足够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老爸提前回来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喂，班长，这道大题怎么解呢？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那先挂了啊。还在写，表现不错。这次晚上我跟你们走。但是我昨天玩的不错哎，我最后一题都没做，真好看啊，我差点就没做完。哎，我都是乱做的。以前的电台动画。现在的电台动画。我是佩奇，哎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烤乳猪。人类迷惑行为。小崽子，又淘气，你今天最好给我一个不抽你的理由。因为我会喝妈妈酒，你今天在街上和美女搭讪来的。这个理由好，走，爸爸带你去买冰淇淋。哎，给你妈说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还在给你好友的视频，他根本就没看，这条视频就可以测试你的好友有没有认真看你的视频？先艾特给你的好友，然后问他这条视频有什么蛋，如果他回来是小粉蛋，那么他就没有认真看你的视频，因为后面还有个蛋贩子。以前的蛋贩子。我们是谁？蛋贩子。我们的目标是把所有蛋仔关进小黑屋，听懂掌声。现在的蛋贩子，搞快点，搞快点！臭流氓！不是，我拍视频呢，真是有病。